寒假有许多为年轻人举办的营会，但是这个营会很不一样，不仅教导学员歌唱、乐器演奏的技巧，还有歌手王大文、罗文玉教你作词作曲，还有街头鼓手罗小白、陈曼青等人分享生命见证，让人认识创意的源头。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俏皮鼓手罗小白大秀鼓艺，街头鼓后陈曼青也使出拿手绝技。这里是新创意音乐学院音乐营，邀请到歌手、艺人当老师，鼓励年轻人一起搭上音乐梦想列车。不要放弃你的梦想，因为人就是有梦想才会有动力嘛。那我觉得其实看这些学生在短短的三天内，他们就创造出了这么棒的音乐，我觉得真的很不容易。歌手王大文和罗玉亲自上阵，借由许多华语歌曲刺激学员们的听觉感受，并用文字联想带出歌曲画面。短短三天，学生们从不会到会，不仅学习各样乐器演奏技巧，还能够在成果发表会中现场演出自己创作的歌曲。吉他乐手黄冠龙、艺人张启慧现身音乐营，真实分享见证。除了坚持之外，我觉得信仰对我的工作或者是我的音乐的这条路上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帮助。鼓励年轻人认识创意的源头，歌唱的、跳舞的都要说，我的学员都在你里面。新创意学校音乐营要帮助年轻人拥有从上帝而来的力量。我一起说，坚持到底，永不放弃。记者游璇、陈婉如、林慧婷、龚瑜采访报道。